大家好，我系五仔啊。大家好，我系 OK 仔啊。呢一节同大家讲下近排嘅桃色丑闻。新闻界啊，我哋啲行家啦，啊唔系佢哋一手嘅，我哋二手嘅啫。哦，咁佢哋专业，冇错，我哋咧就系执人口水尾嘅啫，但系都会讲好多八卦嘢嘅。当然咧，今日啊，许芳辉啊，成为我哋八卦口中嘅茶余饭后嘅对象啦。系啊，又系，哎呀呀呀呀嘢，有啲咩好嘢啊？俾个 like 先啦，俾个 like 啊！订阅我哋嘅频道，揿个啷啷就有好嘢啦、嗯！支持我哋 Patreon 五蚊鸡毛广告啊，包你唔会濑嘢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同人讲起嘢上嚟，哎呀，我又咁睇又咁睇，哇！你咁犀利嘅，咁独到嘅，冇错，系咪先？哇，识好多嘢喎、啊，梗系啦，梗系。我今日会研究一下呢、這个许芳辉又唔系靓仔，点解食完一件又一件，系咪真系风流咧？嗱，我哋见到一张相。竟然可以在网上疯传，有一个头发稀薄的中年男人，个背脊咧就相当寒背，睇到有个妙龄少女就同我揽到实一实，依偎咁嘅 friend 喎。嗱，嗰个男人睇落都五廿几岁，你话佢系许芳辉，我就系见到个后尾枕赌神咁样。赌神、啊，屌你又唔系影到正面，仲要戴住口罩，阿叔揽女。你就话许芳辉坚料定薯条啊？系咪真啊？系啦，前主播许芳辉儿蛇王，天星小轮揽女蛇王啊？点解用蛇王嚟形容佢呢？佢做紧乜噶？而家研究一下呢个许芳辉咩人先？1965年11月5日出世，前香港有线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经理，而家系。南华传媒集团副董事总经理，曾任无线新闻、亚视新闻，佢老婆啊，都系叫陈佩琳啊，就系前亚视新闻助理采访主任兼主播。咁佢嗰个广播，即系嗰啲电视主播界有好多嘅履历啦。佢就系一个好资深嘅传媒工作者啦。嗯，咦？与周嘉怡有长期的性关系，哇！系最为轰动。咁而家呢一个又揽边个咧？有眼利的网民就话呢一个紫色衫系啊，有线新闻之花廖淑仪啊，因为咧嗰、那个新闻之花件衫同廖淑仪件衫。撞款系似哦，喂，你自己睇下呢只纸点同呢只纸啊？其实喂，嗰只叫粉红喎、哦，嗰只系叫做薰衣草嘅纸、哦，接近薰衣草嘅色噶、哦。即系耳仔咧，有啲似许芳辉嘅，但系好耐冇见过许芳辉本人啦。嗱，咁讲啦，你嗰幅相啦，侧面嗰幅同正面嗰啲相咧，我只能咁讲，系咪真系人生经历过好多嘢咧？啲头发甩晒啊！系咯，又甩头发，阿叔又话揽主播，做乜唔揽我啊？吓，咁啊，同大家研究一下，点解啲男人都咁样都仲系可以食到好嘢？系，因为咧，话说就唔系第一次，今次啊呢位许芳辉啊，就原来就喺一个叫做有网民喺6月14日啊。一个叫大湾区国舅爷就爆料喎，哇，有个名噶吓，国舅爷系啦，即系可能嗰啲朝阳大咪嗰啲嚟噶，出奇啊，大咪就话佢疑似上班时间出去咧，就系、是、喺天星小轮同女一条女咧就揽揽揽揽抱抱，态度亲昵，互相就揽住，男方亦摸女方大腿，呢个桃色事件发酵到今日。越讲越大，有指啊，相关人士已被休假啦，被休假。但大众同时啊，好奇个女主角嘅身份，所以就用一个外套嘅颜色，估佢就系廖淑仪。呢啲衫嘅颜色，你话走去估咧？你话系嘻嘻都得嘅，通街都系。呢啲色真系好 common 嘅啫，即系你好 common 啊！我意思系话，即系你好普通嘅啫。冇错吓。咁啊，廖淑仪啊，即刻就俾啲狗仔队问，斩钉截铁表示自己并非上中人，
就话我有男朋友，绝不会爱上有老婆的老公，同阿许芳辉完全冇私交，彼此不相熟，因此不明有何此嘅有，点解会为何有此嘅谣传啊？咁因为佢又唔系第一次，咁但系其实呢个系咪佢咧？我哋都未知。咁啊，讲阿许芳辉感情生活就丰富啦，吓呢度都未够详细，睇到个维基个百科啊，犀利啦！讲到阿许芳辉与周嘉怡啊，靓女嚟嘛，系有长期性关系，唔系啊嘛？佢佢咁写嘅维基百科，哦，讲得唔啱，你告佢，快啲告佢吓。维基百科佢咁想写，许芳辉啊，就喺2013年3月同佢嘅下属周嘉怡发生婚外情，被香港传媒偷拍到佢嘅车上面就震啊。男方登上女方香闺的照片，二人事后被无线新闻资讯系统部总监袁志伟停职，啊停职，因为婚外情啊嘛，定系咩咧？咁啊，3月12日，啊头条日报啊以许芳辉有女人缘，老婆曾曝江泽民死讯为标题，就讲及。许芳辉同同事关系好好，尤其受到女同事的欢迎，而且仲系唔同年龄女性咧，都同佢有倾有讲，疯传佢婚前有几个女记者拍过拖下。哇！吓、啊，许芳辉就同关系好嘅啲同事，尤其受到女同事嘅欢迎，而且。好多女佢都可以畅所欲言，疯狂传闻佢婚前与几位女记者都有相爱过，有几份杂志都咁样讲，系嘛？当时佢都成48岁人，同佢嗰个老婆亚视主播结婚多年，行内都视佢为好好先生，同个老婆就人前恩爱，原来暗交嗰个咁嘅周嘉怡喎，啊！同时都是一个报道6:30新闻的拍档，首席主播周嘉怡梗是靓女啦，两个人经常偷偷约会，发展一段相隔18年的不伦之恋，哇，仲要大18年，犀利！点解唔揾 OK 仔？系咧，系咧，系咧，两个人收工吓。女方坐男方的房车，一起去人烟极罕的农场到山边，哇！车厢内谈情调情，再一起去荃湾买外卖，之后一起回女方的住所，叫做雀月亭啊。第一，因为许芳辉放假啊，咁啊到对方的寓所楼下等周嘉怡收工。双双上楼1个钟，许芳辉近10点才离开，哇，犀利！又有报道就话许芳辉继续扮好老公，一早就做柴可夫斯基送老婆出面，但两人啊就甚少交流。许芳辉一副 poker face 苦瓜干嘅面口，但系对住周嘉怡个样子。又甜又冧，差天共地，问心有愧喎。咁许芳辉同周嘉怡开始怀疑暗交事件被张扬，二人刻意就唔见面，就话佢许芳辉日日扮好老公，放工即刻交人翻屋企嗰种喎。啊、即是他们有些、情史啦，亦都讲到即是识字头上一把刀啦，话晒啲新闻工作是要好端庄的嘛。你估个个好像我咁啊，讲新闻讲到小妈拆鞋啊，系咪啊？俾你好似喺度数白榄啊，唔得噶嘛，好正经噶嘛，越正经，其实就越会挑战呢啲禁忌嘅底线。表面好正经。因为唔系你平时俾啲嘢绑紧住咗啊，系都好似，我想问话表面好正经咯，因为你个表面系有条绳绑住你啊，咁可能佢个人，我觉得许芳辉，我觉得因为佢唔系靓仔，拍埋个周嘉怡度坐喺度，周嘉怡仲高过佢，佢又唔靓仔又唔高大，佢凭乜嘢凭乜嘢沟咁多女，系咪先？我觉得。
我自己觉得，因为睇相嚟讲，一个人面圆，个鼻翼都唔高嘅，系佢系有一啲叫做幽默感。OK， 我哋圆面同埋鼻唔高嘅有一个代表叫做博，系幽默感重，系嘛？咁啊话可，应我觉得，除非系呢样嘢嘅啫，如果唔系，除非你识转弯啊，系咪咁讲啊？系咯，再加上。你唔觉得啲女性对啲前辈系特别有一种遐想嘅咩？都系咪啊？有啩？咁佢啦，归位啊，嗰层嚟讲咧，咁好多女性我相信咧，都会被佢个权威嘅淫威底下咧，就淫威啊，权威，权威底下咧就觉得。女人是崇拜有权威的男人，是的，是的，即是正所谓power火啊。知不知道女人喜欢男人是什么的？就好像对 WiFi 一样，永远就立刻找了个最强的去连线的嘛。是的，所以就多女的始终都是多女，只不过新闻界没我坐进去而已。不是，通常到他吃的有学识那些，正所谓那些风流才子嘛。是吓，你唔会风流搭其他嘢噶嘛？风流有噶，风流搭咩啊？风流搭穷咯，穷风流嘅嗰个就系风流倜傥啊，都系咯啊吓，咁都系一件好嘅事嚟噶。你但系你唔会话风流大只啊？风流唔得嘅咩？冇冇啲即系大只就谂咩噶？知唔知啊？咩啊？烂砌啊！咁样，所以我系属于烂砌啊！嗰个系襟咩喎？吓，搞笑喎！咁啊，佢你睇佢一把年纪，条腰骨都唔直啊！咁样真系呢幅相，你话系似咩？你话系唐英年都得嘅？咦？喂，真系喎？系咪先？你话系女方都得嘅呢幅相？真系咩啊？十年人事几翻身啊？翻啊咁样嘅一个身。系咯，阿叔个头顶冇乜头发啦。都算啦，冇办法啦，呢啲嘢。唔系佢哋好嘢嘅，因为我明白佢对住啲新闻应该好闷啊，日日都系嗰啲嘢噶啦。佢竟然可以揾到嗰种浪漫啊，拍拖啊。我以为我浪漫，浪漫唔系点啊？乐趣添，乐趣喎。乐趣都得噶，佢系偷食嗰种乐趣。哦，咁佢可能揾到，唔系，可能大家都系叫做有学识啦，咁样吓，咁得闲就吟诗作对啊嘛。唔系你成日久生情，你成日对住都嗰啲人咧。系啊，你冇噶，你冇第二啲对象噶啦。Cam Man 嗰啲冇嘅，嗰啲好似倾唔到偈，你永远倾到偈啊！读新闻嗰几个，所以咪话咯，吟诗作对永远系揾新闻嗰几个嘅啫。吓，系啊，咁你唔通揾 Cam Man 吟诗作对咩？冇错，系。哇，真系。系啊，我啊真系詹叔啊，真系咩啊？吟完就对啊嘛，詹叔吟诗作对，咁样样，咁样样啊，系真系。咁当然咧，呢啲即系系唔系咧？咁我自己觉得好大质疑嘅，因为你始终单凭靠嗰种咁嘅，人哋话六四面啦，即系嗰啲三七面啦，六四啊，有个侧面都仲要系三七侧面，即系唔系啊？啲人就话有啲人就话三七面都未必难，六四嗰啲咩啫？总之侧面都难嘅，佢呢个直情样都见唔到啊。嗯。你起码都俾个眼神我啊，俾个眼神我睇下好嘛？冇啊，咁可能喂，其实真系你睇下咧，嗰幅相咧真系好唔似啊。佢反而似，佢又唔出嚟回应啊。如果佢唔系嘅话，点解唔出嚟回应？我哋而家吹花我，各大媒体，全部媒体，自己人咧，大家都传媒人系咪先？佢冇回应就当系噶啦。跟住，可能佢喺笑紧咧，睇住咪背住。系咪？我你睇我几浓密嘅头发，哪一执抢花？你觉得我仲得咩咁样？讲呢啲咁啊，成为咗风云人物吓，真系估唔到报新闻报到佢，我去到呢个位。你睇过噶啦？呢个许芳辉又唔系高。如果佢呢个咁嘅周嘉怡，如果我喺佢隔篱，个心口我心口咪压落佢块面度？应该系，系咪先？所以。佢真系冇得揀嘅，我覺得又冇，唉，轉向我懷抱。人哋可能人哋嗰啲 email 我，
试下我心口咁样啊！人哋叻嘅，人哋有学识咧，可能有学识包，好似阿边个咁啫嘛，阿方东升咁样，佢几几犀利咧？咁我话俾你听，一个肌肉男俾到你嘅嘢，唔系啲才子揸支笔。嘅力俾到你啊！所以话你唔识嘢，人哋真系识毛笔噶。嚟玩啦，吹毛笔噶。梗系啦。屌，我哋嗰啲抛下抛下好犀利啊！黐线嘅，抛下抛下整亲啊，好犀利。啊，有浪啊，一呕啊，江中大游啊嘛。咁唔够你玩啦，你玩到咁样。可大可细啊！佢哋嗰啲就一味。得个细，真系睇唔过眼，真系唔知道啦吓。再唔系咁样，佢老婆如果话闷嘅话，揾 O K 仔都得。哇，咁都得唔得？梗系啦，等你报仇。唔好，唔关我事。报仇，报仇，黐线！呢啲咁嘅情色嘢，讲笑啫。大家都几廿岁，唔系大家，你哋都几廿岁啦。有咩冇打俾我哋添？冇咯，打俾 O K 仔。有啊，系咁先拜。